家呢？那个没耽误你啥事儿吧？哎呀妈，这还淑女呢？你瞅那动作，给我吓得浑身酥酥。不是那个，我说那个，啥？那个就你俩在家吗？啊啊啊！没有来一下奇形怪状的东西？不是你吗？除了我以外，没有，没有啊！哎呀妈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老范大哥，你说我这啥命啊？我这脚都起泡了。嫂子，你家创可贴没？啊，我给你拿。啊，我啥命？我就是红颜薄命。从小因为我长得好看，男的见了我就喜欢我，见了我就喜欢我，可是就没人愿意娶我呢，老范大哥。有人愿不愿意娶你，那得看缘分。哎，缘分来了，是吗？有人追我，真的啊，追我啊！今天早上小区追了十几圈了，我这脚都磨起泡了啊啊！老范大哥，以前你那时候追女孩是不是也这样啊？那追起泡算啥呀？鞋都追丢了。老范大哥，你年轻的时候这么为爱痴狂呢？狂啥狂啊？回家叫他爸给你打屁了。用啥呀？用啥？自个儿鞋跑丢了。关键是吧，嫂子啊，我跟你说哈，怎样？他追的我闹心呐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妹子。现在有人追你，你闹心；等将来没人追你，你还照样闹心。哎呀，如果那一天没有人追我，我该是多么的轻松，那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！你说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，让我长得这么好看干啥？这老天爷太不像话！等我看见他，我好好教育教育。嗯，让你长这么好看。这么遭罪干啥呀？就是下辈子让你长得跟我老伴儿一样。啥？我年轻时候长磕碜呢？不是，你让大伙说说，长得好看的能嫁我吗？哎，一个不是不是，那嫂子，关键是吧，他追我，我倒挺高兴的啊。关键是我在前面一走，我只要一跟男的说话，他就发疯，然后就比划，也听不清说的啥。我琢磨这男的是不是有点病啊？我的妈呀，这人这脾气，小心眼儿，心眼太小。心眼小啊，个儿老高了啊，那么高！哎，你说这个男人，是不是在咱们小区门口卖碗那个人？就他呀！我见过他。你这里边爬，你啥时候见过呀？上俺家来卖过碗吗？对了，老范大哥，他说他认识你，他还夸你来的呢。咋夸的？说你体型好啊，他体型还好。这人可不是正宗卖碗的，我看是个饲养员。那是不是啊？这情况怎么事？什么事？是。哎呦，我说老头啊，你吹这儿干啥呀？我不就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吗？你至于吗？什么？这个呢？不是，我们就那个顺嘴那么一说，没别的意思。你顺嘴一说，但说挺准啊！放过马，老放过马呀？省不了他们。后来我去嘛，完事去了以后，这马我就过去，我这靠着，弄完以后，那马就再瞅不着，他见我这头。他说了半天，不还是饲养员吗？不过说这位弟弟啊。你刚才说一堆话，我没听清几个字儿。你这舌头有病啊？啊，这不是病，啊、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撸串烫的。你我说，哎呀妈呀，咋遭这罪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老范大哥说话你也生气啊？老范大哥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老范大哥可是个好人哈，拾金不昧。上次。我200块钱从楼上掉下来了，老范大哥都捡了，都还我了。我就拿那200块钱买的这件衣服。就这件情侣衫啊？谁跟你情侣衫啊？人家我这个是香蕉，你那个是大马猴子。大伙儿看看啊，大马猴子和香蕉是不是绝配？你拉倒吧，你那大马猴算啥呀？你今早我看老王拿人生的大马猴子，比你那还大呢。你俩啥绝配？行。
你刚才说谁还有这跟我这大还怎么的？老王。哟、嗯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哎，老王。你干什么？我是老范。对对对，他是老范。哎呀，弟，有话说话，动啥手啊？我恍惚了，老王了。不是你，你上我们家找啥老王啊？老王他不在这儿。那在哪儿？哪儿啊？一般这个时间，老王都在河边看钓鱼的。对。哎呀！哎呦我，这个太吓人了。刚才不在这儿了，这就跟哪吒。谢谢老王，我给他定位了。老王啊！哎呀，这是咋的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老范大哥，老王要遇难了。咋的了？我估计早上在大门口，老王跟我说话，让他看见了。完了，老王完了。这事因我而起，我必须得管，别拦着我，我去看看，我去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咋办呢？你说这呀？哎，老伴儿啊，刚才是不是我把老王给卖了？你哪是把老王给卖了？你把老王给害了，老王是死定了！我叫你欠嘴！哎呀，你说这个干啥呀？你说呀？老伴，没事儿。咋没事啊？你看这大个看着凶，其实你看他刚才在大美跟前，他就是个小羊羔啊。小羊羔，我看他像个座山雕。老王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啥事吧？我那个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真能装，没事放着门不走，跳窗户啊？就是啊，我锻炼身体呀。判爷判咱家来了，不走寻常路，你不行吗？行，你就别装了。哎呀，谁今天早晨在小区大门口跟大美人说话了？没。此时此刻，是不是有一个彪形大汉在社区里对你进行围追堵截？老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放心吧，在我们家里，我看谁敢碰你一手指头。哎呦喂，老范。你这个朋友没白交啊，太不意思了。严老米啊，你说我这个人哈，我都纳闷儿。我平常我神出鬼没的，你说谁知道我在河边看钓鱼的？哪个叛徒给我出卖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抓着个叛徒，我警察，是不是你，老范？我能办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？老王没在老范家，我跟你说了。没在，我看又回来了。没有，没在。回来，你不是看来来了又来了？来了，别怕，我去看看。我看我跟你说，一般的人我不在乎，就这个人吧，说连说带比，我像个搅拌机似的，不行，我扛不了。不是，这里装不下你，我撞哪？我撞哪？我疼！哎呀，你起来，别动！你蹲下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快！这有个沙发凳，对，你站住。稳住！承认了，拦着我！哎，好，我行不行？我说大兄弟啊，那个在河边见没见着老王啊？见着了，见着跟说话，就嗖嗖的撩来了，这脸的，脸的，我看他奔这儿就来了。啊，没在这儿，撩哪儿去了？什么是没在这儿？刚才脑正亮，奔亮来，到这儿。没在这儿。没在这儿，不信你随便搜。对，你是干家搜，随便搜。搜啥呀？你刚才进屋还没有呢，这多了沙发了，别谁呢？真行，这沙发原来就在这儿。什么沙发原来就在这儿啊？你家的沙发那腿抖得跟我整的马似的。来，你躺我这，这躺着，我坐着，快点。没，你放开了。我放了，我跟你说话，我跟你说，你好着，我就跟你说，你快，松下手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他说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懂，我呀，那你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他说的我一句都没听懂啊！你怎么能听不懂呢？你他跟我说，一般，还有，你懂啊？人家不还有手势呢吗？是啊，有首饰吗？对呀、我想起来了，咱俩想当年追老米的时候，你就和我打过这个首饰。
对，就这个。他就给我打过这个手势，啪。那是啥意思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他当年和我比划这个手势啊，就说我要再追你啊，他三天打我一次，就他说的。你还有这能耐呢？你叫大伙说说，我能那么野蛮吗？还三天打他一次？那你啥意思？一天打他三次。哎呦！行，你受着。我说这弟弟，我得说你两句，这男人呐就得大度，不能小肚鸡肠的，是不？你喜欢这个女人，你用心认真地对待她，是吧？让她心里装不下别人，只能装下你。结果这家伙人家和别的男人说句话，你狼哇的追人家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我看你应该到医院找个大夫，给你好好化验化验。他化验什么？化验化他是不是纯爷们儿？哎妈，对，说的对。你说说你要追我，你就好好追呗，是不是啊？你我不就是前天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那么一眼吗？你至于吗？你跟我才几天啊？老王大哥啊，过来，咱俩都多少年了？兄弟，我这没有不是，我是说咱俩邻居多少年了？哎呀，妈呀，你得吓死人呢！你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呢？这不让说话呀？说呀！不是这意思，我咋了？我这不是卖碗吗？我他这门口看着了，我跟我这样讲，我就这不我这和你说这完事这不俩人这不方便吗？我这找我大伙一块儿就咔咔就这样，我这就。对吧？你说我说的，你咋听不明白呢？哎，这大兄弟，我好像听明白点儿。嗯，那个你的意思啊，你通过卖碗看着大美就喜欢上她了，是吧？啊。然后呢，你想和她单独沟通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想组织一桌麻将。哎，他这什么意思？三缺一呀、啊！哎呀我的妈呀，掌握一门外语有多么的重要啊。明白了，那咱们大伙就帮他跟大美沟通，对，打麻将去，打麻将，走，打麻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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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嘴咋那么笨呢？真耽误事儿。打麻将，他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吗？都听懂了。打麻，我张罗的局，你们不是？你等会儿，那个什么，我来伺候局啊。